我刚才犹豫了很久，才好意思过来跟你打招呼，因为你们之中有一位女生，我非常喜欢。我叫李叔叔，你呢？哦，我叫何小阳。何小阳？啊？难怪你交不到女朋友。我已经做好了以完璧之身毕业的准备。如果你追女孩子有坐飞行器这么用心，你就不会是单身了。我。用我来做你的恋爱导师，我定会成功。用你质朴的精神，站上，没错。一群白痴。对付女生就那么几招。两个人有没有共同话题？三观是不是同？从来没有人想过要了解，都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愿不愿意深入发展下去。我，你十点半后过来吧。告白成功了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你真的希望我去？去啊，快去。何小阳，你不是一个想到什么就去敢做的人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把眼睛闭上。喜欢飞机和喜欢女孩子有什么不同吗？所以这么久，我们连朋友都不算。干嘛拉我手啊？你真的太不懂女孩子的心了。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